他们先把他们编好的音乐都丢来台东，可是他们做的东西其实很复杂，一下五拍，一下六拍，一下四拍，一下非常复杂。然后我是一个主要，我觉得啊，我自己认为我基本上主要是一个唱的人，我透过我的想法把歌写出来以后唱，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做的事。那时候到了台东以后，我就请他们每个人给我五个形容词或名词，然后再给我五个句子，然后我就回去把它变成一首歌，放进他们编好的旋律里面，不是旋律，编好的音乐里面，然后我就在里面长一个词跟曲，透过他们原来有的他们想要讲的这样，然后就弄出一个歌。这个还蛮好玩的，但是我还没找到。没关系，那只是后面几个字。